交给白鹿，看看他有什么话要跟你们分享。白鹿，那你要不要回避一下？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句抱歉。没有，听我说，不要抱歉。这个张专辑准备的特别特别匆忙。不要抱歉。在照片在布达佩斯拍的，是在跑男期间，然后歌是我刷新回到北京两天录了三首。就是那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专辑的 deadline， 就是再晚已经赶不上去做了。就是一切的一切，包括在做这个首唱会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也有一些事情，因为我的团队、我的公司都没有过类似的经验。但是，我想你们知道的是，我们一直都是想把一个很好的首唱会呈现给大家。虽然我们经验不足，但是确实，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，因为他们在中秋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在陪我练舞，也没有放假。然后这两天，其实昨天我们11点才从这个场子离开，今天早上化完妆又过来彩排。反正那三首歌中间有停顿，我觉得有遗憾吧。但是就像我之前拍戏，我在回头看我拍的戏，我觉得我有那场戏演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会劝自己说，演戏就是遗憾的艺术。那我觉得今天可能就是29岁的白鹿遗憾的艺术。其实我真的不想哭了。其实我在上午最后一遍彩排，我唱《夜空巡游》的时候，我后半首歌一个字都没有唱出来，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但其实今天我见到你们之后，我好很多。我主要是很开心，可以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生日，然后感谢一些需要感谢的人吧。首先感谢天蜜和欢愉影视帮我做了这张专辑以及办了这个首唱会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然后感谢欢愉影视，感谢我的两位老板，今天也是亲自到现场和我度过这个重要的日子。感谢为我啊，感谢我的爸妈，哭啥？感谢我的爸妈，我的外婆从常州赶过来给我过生日。感谢我准备好看衣服的莎姐，谢谢你。感谢我的好朋友，干嘛？感谢我的好朋友张鑫，好朋友张玉洁，好朋友戴璐婉，然后一切跟我合作过的总们，各位老板们，还有各位品牌们，谢谢你们来到现场陪我过这个生日。最重要的是，感谢你们，我的路人们。把我的妈子没留下，我那些白鹿，其实有一些真话想要在今天跟大家说。因为现在市场会把我放到一个 list 里面，因为我在这个 list， 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会在网上也好，你们需要去做一些花自己的时间精力去为我做的那些事情，其实我真的我一直说我其实挺感谢跑男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可以把能量带给这么多人，然后所以那是我一直坚持在跑男的原因。你演戏也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我说，如果我的存
可以让一个你感受到能量，那就是我存在的意义。所以我讲这些话是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多爱自己一些。其实爱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，多和爸妈相处，多照顾自己和有家人的健康还有心情。其实我就好像你们生命中的一片云彩，如果有一天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，也许我就飘走了。真的，只有家人、爱人、朋友才是你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，所以多多的关心，这才是陪你走一辈子的人。但是这不是什么什么结业发言啊，不是什么，我只是想跟大家说，我有在尝试着去让自己更开心一点。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会放慢我的脚步，哎，我说实话现在身体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会努力的调整我自己。只要我当演员的一天，我就会把最好的作品带给大家，所以其他的都不重要，希望大家永远相信演员白露。我非常的喜欢，叫你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，总有山不清，总有月不圆，你忘了你是为自己而活，没有必要为那些不重要的人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。送给我自己，也送给你们。他崭新的30岁，到这里我们的白鹿 My Way 新歌首唱会就要正式的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希望有各位的陪伴，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变成更好的自己。谢谢白鹿，也谢谢所有的鹿茸们的陪伴。